劉總講幾句。係、hey, 大家好啦，咁小弟就係即係新成立嘅組織啦，人民力量嘅主席啦，因為多謝幾位前輩嘅即係支持啦、愛戴啦，咁啊捧咗一個比較年輕嘅人出嚟做主席啦，咁我哋係一個比較新嘅組織啦，頭先即係大部分嘅起源啊，即係嗰啲咧，大舅都會講，或者我哋聽日咧喺嗰個公眾論壇嗰度咧都會有交代嘅嗰個。成立嘅原理啊，香港政治形勢啊，咁所以都唔特別喺度多講啦，都多謝大家出席啦，即係呢成個禮拜即係個招待，無論幾個城市有班款，真係嗰個招嗰個款待實在係大，盛情係即係好犀利，咁我真係好多衷心多謝各位，同埋即係包括埋墨爾本同埋真係悉尼嘅朋友啦。咁我自己成日都講㗎啦，其實人民力量係新嘅組織，而且可能喺個路線上高咧。在香港來說可能會比較激進一點點啦，激進一點點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說譬如我們希望如果大家可以幫手，可以再說服朋友啊，介紹一下我們的組織呢，都是好，當然是好的，但是你說要支持，要同人說我們要支持人民力量，是一件很困難很困難的事情，因為支持政治組織，第一香港人本身已經是政治冷感啦，中國人本身都是，第二就是始終這個比較激進啊，即係形象可能有啲負面嘅嘅政治組織咧，未必可能一夜之間你同佢講話你支持佢支持，所以咧我成日都會覺得點解大家會有機會聚埋一齊，係因為有香港人講呢個平台。咁香港人講呢個平台真係一個好特別、好特別嘅平台，就係我哋即係利用咗而家網上嘅所謂多新媒體啦，咁又有即係蕭生即係做咗呢個平台出嚟啦，係我哋成日做節目喺度將我哋自己嘅諗法啊，你而家都講出嚟。咁變咗咧，即係香港所有政治團體的一個，就係我哋係會有所謂即係好長期地定期地做網台節目，而且將自己嘅想法講出。咁亦都係因為在座可能有不少老朋友，就係因為聽咗我哋嘅節目，對於我哋好清晰支持我哋，所以先會有機會聚埋一齊。所以咧，我會更加希望，如果大家可以希望幫到人民力量嘅發展，容易啲嘅方法就係叫你嘅朋友聽香港人講。叫朋友聽香港人，我就會易啲喎。聽特電台節目，咁咪聽下咯。可能有其他遠性啲嘅節目㗎。我哋有音樂節目，有鬼王潘少聰嘅恐怖在線咁鬼故節目，亦都有譬如遊覽節目啊、旅遊節目啊，係講十條翻大陸啊嗰啲咁樣都有。咁如果有機會，你仲可以俾我哋嘅譬如直論節目吸引到，咁都已經係會對於即係支持人民力量嘅人數啊，或者支持度咧，係會有幫助嘅。咁希望如果大家都支持我哋嘅諗法咧，如果用一個比較容易啲、舒服啲、簡單啲嘅方法，點樣支持我哋咧？叫佢聽你嘅講法。如果佢聽完唔支持嘅，咁我哋同心心命抵啊，我哋明白啊。咁如果佢未聽過嘅，咁我哋就覺得唔抵啊。咁所以如果佢聽過我哋講法，知道我哋諗法點樣，點解要走呢條政治路線嘅話咧？咁我相信佢哋都會很多朋友會同你支持嘅，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支持我哋嘅話咧，就介紹你聽香港人講。咁我相信我哋咁樣走落去咧，無論喺香港本地好，喺海外世界各地，尤其是多華地區地方都好咧，都會越嚟越多人支持，咁啊可以幫助到香港甚至中國大陸嘅民主運動。多謝曬，多謝曬大家。咁呢只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墨爾本啊個網友咧，好好嘅，咁樣咧就做咗一隻咧一集咧，即係做咗一隻 CD 咧，就係擺咗啲香港人網嘅一啲精彩嘅節目啊，或者片段啊咁樣擺落去嘅。咁咧我哋其實有好幾隻擺咗喺台面嘅，可以隨便攞。如果大家想自己想睇，自己想聽。知道原來可能在座只係因為朋友嚟咁都想參與下發言局啊，但又唔知道我哋係諗乜嘢啊，我哋嘅電台節目係咩嘅話咧，可以攞咗翻去聽。如果已經聽開㗎啦，已經係唔聽唔過癮㗎啦，都可以攞只翻去送俾朋友，送俾親戚咁樣咧，希望佢哋聽咗咧都會中意。咁所以我哋有呢咁嘅 CD。就擺咗喺台面，係好多嘢都係墨爾本嘅網友幫我哋做嘅，所以咧，即係我哋其實好得意嘅就係、是、有咗呢個網絡世界咧，就係、是、咧原來好多嘢咧好多嘢可以只要有朋友支持我哋嘅話咧，啲嘢會自發咁樣做到出嚟。咁呢樣嘢係我哋好多謝，但係調翻轉頭亦都係變咗大家互動更加快脆，咁更加無遠佛界咁樣，咁所以真係一個好有趣嘅發展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多謝曬。